确实，这叔叔啊，这里十七兽的车翻掉了，哎呀，不过看这个样子也是被打了很多。哎，素九是被远距离的 XLG 的观察厕所，有人伏击。哎，第一波没打过，哇，还好伯良补枪成功。但是后续呢，能跟上吗？对方人有点多，现在 是。哦，又打赢了，伯良这波很顶。队友赶紧过来。是的，残血，伯良现在第一时间没敢打药，利用掩体，队友在骚扰。啊，差一枪，好的，没问题。还好队友及时赶到啊，在原点的话是直接淘汰掉了 I 七，悟空第一波。是的，这个关这里是停了。佛爷，哇，久违的米奇妙妙屋，我已经有两年。没有看见佛爷在这个位置打架了。是，这边先打了一个怪兽啊，扶不了了。他这个位置正好有个反坡，可以躲对方其他的枪线。哎，侧面根顶上来了，一换一。啊，这里永远是完全没有听到龙刺客滑车的声音，他还在不紧不慢点着这个倒地的，FTY 的队员。但是这个龙刺客这个车应该是滑过来的。是的，但是现在感觉 FTY 的位置有点难受啊，这侧身直接录给了伯良。是的，悟空摸了过来。啊，在圈边缘的位置。我呢，一上来在边缘的位置，现在 FTY 的队形被冲散了。是的。而且悟空现在拿到五分以后心情是非常的轻，这里防守是人还挺多的，关键是他旁边黑猫的位置好像是没有，哦，还是被点出来了。实际上先把对方放的，但是自己踩火吃了个燃烧弹，倒一个人的话马上火力就会成倍的减少。现在近点就看小鬼了，你补我也补。是的，哦，这里 New Happy 是淘汰掉了 FTY。 是的，他好像把 FTY 那边车给打炸了，也淘汰掉一个。是的，哇，再踩一颗雷，感觉十七这一波非常危险啊，剩下一个残血。是的，然后素九的一颗手雷是终结了自己。嗯，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进攻选择方面呢，十七是认为 DSS 是分踩，还没有来得及汇合，但是 DSS 他在这个防区的防守都很轻。天路这里的话也是没有位置可以去啊，只能在边上就圈内边缘的一个凹坑里面先打。是的，远点的枪线打的，对方一鼻子打掉一个小童。近点，野马，脸贴脸，哎呀，被发现了。野马的嗅觉非常的敏锐。是，他应该是趴在地上看到那个酒了。是的，野马，野马一点都不马。嗯，很野。是的。现在 WCG 和。这个得主动拉出来打，不然得吃雷呀，九幺幺一颗手雷，对方根本就不跟你对，是他就露个头扔一下，露自己封在这个烟雾里面动弹不得，对方又架烟，绝对优势 CFY 这一波迟早是要被残血。这波 CFY 是很好的利用了对方被远处修了以后封烟的这个特性。是远点抽倒一个，这个位置两个倒地。哇，现在圈内这个时间点去抽吧，好安逸啊。是的，高德 V 这边被补了一枪，二倒。两枪了。啊，被补掉了。好，接翻在接 Barrel 这里，打两个，三个，四个。哎呦，小左一波刷屏。小左跟老马，小左穿三个，老马打一个。但是这个时候 New Happy 正是等待了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小左赶紧去躲雷呀，兄弟们救不了了。哎呦，原点还有 CTG 的伤线啊。是的， New Happy 在这里的投注使用的逻辑非常简单，就是你倒地以后我就炸你，先倒地的。哎，就只要听到这里有动静，因为早晚这个坑肯定会来冲的，像这种圈型。是的，然后 Form 也被淘汰，然后树林里面已经打起来了，看一下天霸压到近点，而且现在其实 WCG 的位置之前好像被小夹了一下，DSS 又调转枪头去找翔鹿了。哦，崔七一被放倒，这个位置的话锁定 M200 就在蓝圈里面。什么 CC 知道前点天霸打不过，他只能去偷一下这个 DSS 的一个侧身。混烟。哎呦，对方这个反打。三队的混战，对，都在防着。这个地方养老院的树林就是绞肉机。嗯，它地形太过了，哎，都
都是残血，一瓶不倒，再来一瓶。是的，李白为了规避这个燃烧弹，是直接走到蓝圈里面被蓝圈放倒。是，两个人好像都是被蓝圈带走的。是的，没拿着分。那前人摘的树。好，这里是用了一下 Hero 的车。哦 ，KRG 还是要选择去冲近点啊 ，CTG， 哎，这个喷子，哦哟，有惊无险啊，守住，还是守住了，最终。他前面几喷感觉好像八千，天霸也来冲翔路了，但对方毕竟是一个防守方，峰峰先把唐弟弟给放倒，零数，哎，崔娇被逮到了。Pick， 哎呦，崔姬这个 Pick， 经典，他真的经典操作，太帅了，我只能说六滴血，是的，身法非常的好，把对方 Piece， 打一个闪，林树上不上？上，提前枪，哎呀，他预瞄的点不在那个小房间，别哥还是顶，是，只剩小九了。出问题，对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哎，悟空觉得不好打，我来打 CDG， 应该是吃到信息，这个房间人少了，其他三个被调度到养老院里面。哇，这一好冲啊，但是队友临墙补枪补得快，我两落地就倒了。嗯，悟空现在关键是对方无脑往这个楼梯口扔投掷物，对，上也上不去，被锁在一楼，一楼又漏风，同时又拖住了悟空的进攻时间，临墙一喷喷到 flying， 手雷炸到王涛涛没有关系，前后上下都在包夹，好的，又是守住了 CDG， 这里已经连接两队，是的，现在拿到了七个淘汰啊，稳呐，泡泡泡泡被翔鹿摸了。我知道你去打架，读到信息，翔鹿这个反应也是非常迅速、啊、是的，他直接把这个养老院里面相对我都知道，是的，传烟什么防守，哦哟，这边王骚骚先打一个，对方还混在烟雾里面、哎、不理智了，有点骗自己了啊，哇，狗肉打这个距离简直无敌、哎、反了反了反了，倒车入库，兄弟，哎呦，那这肯定是牛 happy 了呀，是的，牛 happy 直接全员扑上，兄弟们直接轰雷炸这个房间，一层给我烧啊、嗯、二楼烧满，确定没人， OK， 锁定位置就在一楼，火攻，哦，喷倒一个，他还在换子弹，又喷倒一个，哇、哦哦、第二枪没喷到，还好是跟枪跟得快，恭喜牛 happy 七杀吃鸡，